西施一回头，电到龙泉的九条牛。槟榔西施再回头，正到辽宁不打愁。哎呀，小子，哎呀，落山的，哎呦，哎呦，龙干兄，哎，划龙舟，划龙舟，大家一起划，哎，划龙舟来，哎，嘿吼。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报道，哎，你请谁？嘿，讲迄个宅男女神，我找无爱死死的。哎、欸，不是哦，你有改名哟？没啦。还是讲听讲最近你要嫁人啊？嗯，没有，就明天啦，没啦。你嫁有高中同学？不是，不要说出来。我是吼、哦、去年卫冕者，所以今年唔免算。啊哦，我是2012宅男女神过气的，剩连任了，对啦。嗯嘿，对，他不得连选呐、啊，不得连选，对，一年只能选出一个，对啦，没有，有排名十个，我帮忙有去帮忙颁奖的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的我们两个刚选出来，中华民国十大贡丸的前两名对吧？太优秀了，这个也都是连选呐、啊，连选，卖用假球冷下锅里加，不是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这个叫做有朋自远方来啦，嘿嘿，来你这个你看我是安怎？哦，我个人完全不同意啊。为咩人讲呢？这个有朋就是苏有朋嘛，哎，偏偏是台湾人，应该是他从台湾来，什么为远方来？他又来了。那我跟你讲诶，我讲的不是苏有朋，不是你讲啥？哦，阿伯威，你是讲伊迄个朋友吴奇隆啊？四爷，四爷，若曦爱你爱的好辛苦啊、哦！才不是嘞！下了，今天不是要讲步步惊心哦？啊，那那卖讲步步惊心嘛，讲步步惊魂。四爷，四爷，我爱你爱好辛苦。下了。其实我都系讲，这有朋自远方来吼，是因为这两三年来啊，从国外来台湾这个铁佗的人数创新高了。是哩，为了要讲到底，哎呀，欢喜就买，心肝买袂哩，现金都赚袂哩啦。啊，真好。啊，对嘞，自从咱台湾开放这个大陆呢，民众呢来咱台湾自由行了哦，咱台湾各地这个地区会当讲是人山人海，劳力滚滚呢。根据统计显示，去年来台湾的陆客团体有176万人，自由行的有19万人，商业人士22万，音乐团体5万多人，拢总加起来偌济人的损失没？问我，我跟你说，我有在算，176万加19万加22万加5万，嗯，就有计算机吗？哎，好。我跟你讲，人长相没有关系哎，但是你的脑袋瓜要有点变巧嘛，对不对？有啊，计算机。那两个人排名本来没有。来，另外的，176万加19万加25万，总共有7320万。狼撸前，二师兄这么厉害。他们有没有算盘给算？心算很快呢。总共223万5635人。哦，啊！这侪人要来咱台湾佚佗，就证明讲咱台湾真正是一个非常美丽、好佚佗的宝岛啊！宝岛伴宝伴宝宝岛，宝岛伴宝伴宝宝岛，宝岛四季好佚佗，台东花莲高雄。海流水路碧波波，别吃海里面惊无。哦，波涛，唱出波涛的梦波。哦，你山，我的日月潭，我要我的脸庞。这里。体力不是很好，怎么这么灵活的？最近电影拍完了，体力比较好。这样子是不是？嘿，刚刚那一场叫做同舟共济，大家同在一条船上面。
对，同生共死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但是唯一有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划船屁股会这么痛？对，我也想说，你怎么都是用这边这样子在划的哟？你当时听下这，我看你没生啊，当时。大师兄，你头都无去划龙舟，叫我算的呢。你解决了，解决了。你得为，你得为未来而划一个，划一个南港去，我看。哦，本来我都嘛讲你这两三年吼，安尼来这些啦，陆客自由行这个现象，嘿，不敌你个人原因无 ？Of course， 古早话哦，有人在讲哦，爱食物件有食客，电脑有骇客，餐厅有饕客，法国有法，啊，有法国人呐、啊，该不会是？嘿，法国的饕客比赛呀？可以，好好好，恁两个人结这个界线，我感觉讲你真对不起我。哦、你当作我是迄款的黑白讲话人，无要紧。你爱甲法国人核实的，但是用法语来讲，法语。我吗？嘿，我说法语，法语。法语不是这样讲，听清楚讲饭。嘿。哈哈哈哈哈。一句对不起啊，你等哦。不是，用法语甲法国人回对不起是边个讲？怎么听起来老唐很多啊？因为对方已经原谅我，所以我们就笑出来了。哦、他没有，你要讲一遍，看看看我讲那个共鸣。刚刚那个。发信息，好好好好好。各几遍，各几遍。发信息，好好好好。能赶快呢？有一样吗？我快要学起来。Fucky， 快快快快！好好好。哎，好啦，卖欧贝来。我讲我免讲到法国，干那讲到咱这个所在 ，City， 讲到了就是这个两岸的文化大不同，这陆客来台，光是生活用语就不太一样。比如讲早安，人家安那讲，早上好，泡面他们怎么讲？方便面，洗面乳人家安那讲？洗面奶，口香糖人家安那讲？口胶，是吗？是是啊。还真的是的，没有这样听过呢。有，那您可以去查查两岸字典。是的，它是有绝对的不一样。谢二师兄，橡胶的胶啊，橡胶的胶。其实不用乱想，这是正常的。是好的。但是根据你刚观察了吼，这陆客来台湾，上介意台湾的什么物件？是的。讲到这陆客上介意台湾，那三个东西，第一个就是风景，第二个是应景，第三个奇景。是台湾三名最秀的四季如春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参就是这个高雄啊、日月潭啊、阿里山呐、啊，拢是陆客真介意去的所在。说唔对嘞，因安尼不但讲真介意，而且呢，就足爱翕相的啦。若是到了这个淡水渔人码头，全部坐上去；到了太鲁阁的牌楼，全部都给爬上去；到了野柳的女王头，全部都给它骑上去。女王头，不啦不啦，怎么骑？没没没，骑起哩，骑骑骑，哎骑啊！不不不，犯法哦！女王头的意思啊，骑在边啊，骑上去。你是讲骑，不是讲骑呀？哎呐哎呐哎呐！但是我老人哦，你看他今天很机灵哎。什么很机灵？开玩笑。来，阿里哥，是你两个唔对。那麻烦你用山东话跟所有我们同胞们说道歉。山东，山东的，不好意思，是俺错了。是。是吧？您说说，咱们台湾应景有啥呀？讲到这个应景，就讲到了这个办公室脖子这个经络坐久了，脖子都硬了。这应景，我看您快中风了。这个应景，因为山东话呢，这个南腔北调的，有很多事情呢，分几个阶段。是啊，应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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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脏话有一个应景，应景，应景。哎，我是比较好奇，您第一个音是啥呀？再说嘛。老鹰，老鹰的脖子，鹰颈。我说，您两位一起来吧，十八铜人练武功了。哎，干、哎、啥呀、哎？关我啥事？关我啥事？关我啥事？哎，哎，啊！哎，每次都这样子。我闻到你平常说的那个味儿了，闻到那味儿，不是挺好？刚刚来，
刚刚金刚锤一出来，金刚锤用滚的出来。你可知道他今天烧声吗？真的吗？他失声了。真的？是。烧声是1000块。啊？啊 ？One thousand。没错。哎，第二个更严重，那个？他上吐下泻。嗯。吐烧声。吐耍过烧声，好了好了，吐烧声，慢来，我白讲。啊，第三烧声化滚化输了，输力烧声，输力输点点，不敢烧。输力烧声。哦，你安，你安，你讲也都崇拜你了。哎，啊，你安尼，那个山东话讲啊，你当哪个搞我出话？你师妹师妹，我你我你，你用山东话来吟一首唐诗。好，我会，来。来来来来。我，啊，寸面不结小，粗粗未及尿，夜来风也送。好耶。花落知多少？你人哪儿不舒服呀？啊，今天身体是有点不舒适的，但其他地方都还安好，蛮舒服的。那你敢没人工待遇呀？啊，我你讲这村民不解小，那个山东人那个小没有讲那么长，没有小是不是？那个小只有在头一节讲的长。嗯，村民不觉小？你不是说要讲长一点？村民不觉小啊，村民不觉小，处处闻啼鸟。春来发几枝，花落知多少？那个，那个、客家话你？客家话，客家话，你会哦？娶客家媳妇，娶客家媳妇。说噶。客家话。春眠不觉晓。春眠不觉晓。处处我未要了。处处，不是春眠我未要。好了好了，都放啊！我刚刚讲咱台湾那些应景的东西了，其实的产品叫红来酥、茶叶、豆干、太阳饼。这丁丁拢是伴手礼啦，真好，安尼完全了解了。嘿，安尼讲到台湾这奇景，又果是啥物事？啊，是哩。我咧讲台湾有一项哦，全世界唯一的这个世界奇景呢，唔是旁，正是呢槟榔西施。嗯，槟榔西施。嘿，来阮家的巷仔口有一个槟榔摊，卖槟榔的姑娘，有真侪人在跑。你哪来买槟榔？我送你东西好，大家拢叫伊槟榔的西施。哦，讲到就是台湾的槟榔西施啊，不但这个高水有个水，每一回呢，这一回头呢，哇，真侪的陆客拢阿咧看个望叔叔啊，听因哦，听因讲哦，这个陆客来有做几首诗哦，要来表达讲对这个槟榔西施的爱意哦。有这款诗哦，什么诗？一回头呢？哎，大家回头嘛，大家拢想要看卖那这槟榔西施回头是安怎？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有一句话大家爱学学一下。嗯，咱在台湾人讲，哎，很多人都看着你，哇，你觉得？我觉得你的人气很旺。嗯，是。在台湾哦，因为讲哦，哎呦。哦，你的回头率真高。哦，回头率，就是你行过我，一个我查看你哦。好新潮的说法。那个叫回头率。回头率，对对对，不是点阅率、点击率，是回头率上。那他们为了这个回头率，特别做了一首诗啊，真的。来来来，这首诗大家来念念念，来来，这首来念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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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回头就您来了啊。我可以有回头率。你演那个回头率，被看到那个女生。好好好。来，预备，开戏。槟榔西施 ，Max 阿喜，劲爆画面，我们马上回来。